排版，西风七条，东风，东风，东风，两万，去，六万，碰，九条，被碰了，我笑了。听咯，诶，这把排名可以耶，哇，马上糊了，开始咯，东宫酒桶排名，排名可以的，一万，碰六头，老被碰了，发财，北风，碰四头，哇，这个人有点进攻，进攻啊，二头，他的牌也不削，八头，二头，东风，九万，这不能吃啊。三万都能被碰，发财，五条，红中，发财。如果来白方，我未必会碰吧。三头，两条，四条，西风。听喽，西风发财，哇，这个听有点完美，可以，二连胡了，旗开得胜，订阅分享，走起走起走起，其实我好像忘记把金色转单给开了。有点难受，我忘记把金色转单给开了。九桶，九桶，红中，北风，五桶，北风，东风，二桶，去。竟然是一个暗杠，八万，暗杠那难度有点大咯，一桶，四桶，因为你必须提防，九万，杠，可以算东南西北，一条，八条，东南西北，红。红中白板，红中白板发财，发财和南风，皆有可能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么还可以接受。西风九万，九万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三万，红中，红中，两条，两条。啊，碎，听喽，哇，
哇，他果然是南风。可是庄家放枪永远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，尤其是我胡牌过后要多加两台，这肯定不喜欢啊，不喜欢。不，他们的战力好可怕哦，赛季才五天，他们就竟然150天，真的。回到牌面还可以。我需要2万啊，只是好像他们不太给面子。2万剩下2张。2桶可以蹦个。过后打个什么呢？打个9万。保持住张力，来个吃这个位置，我就可以听牌了。一条，二筒，五条，三万，九条。三组，来个条啊，好慌张！5条可以，准备接盘喽，来个8条吧。8万，6条，6条不能吃。9条，1桶，全部9条都出来了。什么8条不能过来？七条九条租的那么多，8条呢？8条在哪？我听了，我不管了。吃多一台就算了。他想要针对就让他针对了。哇！怎么搞？哇，很硬，这很硬，牌面好硬，都听了都。我的得分变负的了，这随机性有点强啊。这9条来的有点不是时候。白板，西风，红中，9万，8桶，7桶，哇，又来一只，太难了吧。9桶，8条，9桶，哇，这个牌半圈的喽，发财，1条，东风，哇，兄弟姐妹，我懵了呀，2条，东风，1万，3条，2万，9条。这牌面难道不能赢吗？5条，7条，哇，7条，
了银两把、书三把，好像订阅分享错了，冲啊！